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P 啊，今天又见面了。可能今天录的地方跟平时有点不一样，大家可能也看出来了，不是在家里面，但其实也不是非常特殊的地方了，也就是。OK， 那问题来了，走到一个这样的地方呢，可能人会分为三种。第一种，变身树懒。很明显我就不是这第一种，跟大家都很奇怪，为什么下雨还要来这玩。问题是我怎么知道他会下雨，平时看起来多坚强的人一上来以后，哎呀我去，贼害怕，我都不懂这有什么好怕的，像我上来根本就不怕啊。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，哎呀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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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。第三种人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有些人他不仅要在上面走路，他要在上面开车。他也就开了 X790 吧，你让他去别的车试试。